熟、哦。开心吗？好玩吗？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，就跟开车一样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在羊角村，在湖上。耶、yeah ，这速度可以吗？现在快一点，这样就好。这样就好，慢慢来就好，慢慢来就好。杨妈妈，那个网美拍照秀，那个叶不见了，你弯太旁边了。对对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你忘我去。我们在湖中央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湖，好晒。我的太阳眼镜呢、啊？你坐过来一点，你坐过来。我想去阿姆斯特丹，耶、yeah ！阿姆斯特丹，酷、在阿姆斯特丹，然后这边是美术馆前面的广场。之前他们摆了那个 I am Amsterdam 的那个很大的字在这里，然后因为影响交通，就他们拆掉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拍照，没有那个地标了。然后今天天气超好， like 超级好，很多人坐在这个大池塘的旁边，在休息晒太阳。你不摸它，它就怕。它哎 ，like it, you keep touch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去风车博物馆，站吃饱，出发。站吃饱，它是一个风车村。如果你是自驾开车进来的话，一台小客车停车费是10欧，不限时间。然后进来这个园区是不需要门票的，可是如果你要进去参观风车的话，他们会酌量收费。比利时，耶、yeah ！我们在靠近荷兰的一个小镇，城市，然后等一下要往布鲁塞尔前进。
们现在在根特，耶，比利时根特。昨天抵达比利时，然后逛了一下布鲁塞尔，觉得布鲁塞尔其实除了那个广场漂亮之外，其他地方我觉得没有漂亮的感觉，就是还是荷兰比较美。可是根特是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根特真的很棒，喜欢。我们今天早上离开了比利时，现在来到法国，回法国了。后面是圣日耳曼城堡。明天我们就会回去诺曼底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然后我想这一次 vlog 应该就也到这里结束了，因为我就在这个城市画下了句点。看我的。对。然后就跟大家讲再见咯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